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抱歉，抱歉，穿过去，穿过去，穿越，然后下去，下落，然后你在哪里？身上有家里的麻烦，请还俗，继续传。那我们把这边球传完，你们看在哪一边会不会破？这边球只能传完，我们就分胜负了。啊，什么这样的？那你刚加起来才多。好，谢谢。